南北汇今年推出自家制的鲍鱼花胶盘菜，匠心挑选18款食材，包括原隻的六头鲍鱼、珍品四头特大花胶、超靓海参、顶级原贝等等的上乘食材，绝对包罗万有，尽显矜贵奢华。花胶作为今次南北汇盘菜的灵魂，这个花胶单单浸发就需要4至5日，然后再用鲍鱼汁、猪肉、老鸡和火腿熬制，出来的味道一流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整个盘菜的精髓是南北汇秘制的酱汁，用了10只鸡熬制足8小时而成的浓汤鸡汁，再加上南鱼和腐鱼而成，鱼香味浓郁，淡淡都是精华，想品尝的朋友尽快预订啦。